般来说，我们的普遍认为敷面膜的时候会有一些立即性补水的效果，在皮肤上面会有一些白皙透亮的感觉。这是因为我们那个水分呢，在短时间内浸润到我们的角质层上。当角质层的水分变多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说这个蓬起来了，蓬起来之后呢，所以在皮肤的表面上就会比较平滑，视觉上看起来就会比较漂亮，那人的感觉上皮肤也会比较好。可是像这样子短暂的将角质层浸润补水的时候呢，这个效果其实是蛮短暂，有时候它过几小时或几小时内就会干掉，所以可能在预期上效果不会持续那么久。可是有时候有一个比较矛盾的地方，当我们在长时间使用这个面膜的时候，有时候想要得到它的一些效果前呢，我们就会得到它的副作用，比如说一些皮肤过敏或是一些皮肤不适的情况。所以对于面膜来说，我们可以期待它短暂补水的效果，那其他的效果的话，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或是比较保守的态度这样去看待。